今天真的是甜分爆表的一天，我克我自己。他自己克自己，还真是自己克自己。我那一下觉得好甜啊。你知道你这么看我，路上我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我总感觉你会亲我。咦、太会了吧！咱得挂锁，这个时候。谁关心我有没有锁呀？这是，真想知道他们凑没凑过去。赶紧。好，等一下，再拍个远的。可以的。我也没想到你会做这么好吃。哎呦，这也太舒服了吧！放点音乐了。这是我特别想要的感觉。我在用心的去陪伴，就这人一直在。他的陪伴非常的打动我，让我觉得我们是同行的人。哇！那天我不是和你说我工作地方很多星星吗？嗯，它会变。有很多星星。哦，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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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外部很好哎。哦，这的景啊，还有小花瓣、小碎花。对。哎，我们来到了外滩。你要往那边一点呢，毕竟我们东方明珠在后边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啊。OK OK。啊，教你读我个名，张宝仪。张宝仪。张宝。宝仪。张宝仪。高明啊。孟朝宝。但你这个比我好听多了呀。张宝仪，孟朝宝。就是每次一接触你以后。你和我那以前的我那种像，就会让我感觉我觉得我接不住，我说不出口的是这个，但是我对你是喜欢。哇，哦天，这也真是。现在开启小屋中的最后一次约会，自由约会，选择约会时间和约会对象。你现在去呗。哎呦，这个好开心啊！一起跨入山河大海。明星素颜，你随便看吗？谁啊？出去。你不这样看了男明星素颜？哎呀，真羡慕他们每一个人都这么开心。再给你看这个人侧面。哦，哇，这就是你的作品吗？有一点点浪漫。嗯、有一首歌送你。哦。我想和你将最美的风景打好低哦，不要笑。人生会有多少个这样的瞬间是为你而建的，我就真的想沉浸在当下的那个快乐里面。每天下班我那条路上全部都是银杏的树，就这条路我每天上班都走。真的、